民国18年被改称为德育舰，宜兴使节艇御寒平级孝顺类，严公曰：“天下那有不孝的人？虽有不孝的人，真之孝则喜，明之不孝怒且愧。”冲子良知是大孝根苗，只是习心习气不能自化，所以不孝。夫不孝之所以习者，曰有数端，亦曰娇宠，为父母怜爱过甚。冲子让他便宜，任他抑郁，昼而无之，则便不堪。人前出言稍有不忍唐突于子，而子乃敢唐突其。积此骄纵，他人处斩不得手，独母处得手，遂真为老年人无闻之矣。亦曰语言粗率惯，便敢冲突作惯，便敢放肆。父母分干，遂不复一其干止。父母服病任苦惯，不复一痛痒，亦曰乐纵。见同辈不胜意气，对双老而未薄，兹是其去态，应高堂而讥之。甚且民以父物不乐相对，则岂有孝弟之念由衷而出也？亦曰忘恩既怨，恩习越忘，怨习久越积，人情也。故一犯得习久的厌习，一失感恩常记，则多寡身，亦迎面见亲，则猜嫌重。况父母兄弟甚及之，以亲爱为故常忧我而祸福得矣。以去为熬牙，且有欲我而被厌者矣。以任劳庇护，及经营未平等，强与无事而怒者矣。眼前大恩，俨然往时，况能推及胎养之劳，享补之？若知心魂之痛者哉？亦曰思财无守，便为无有而在复守者，有为应亦与无也。财足忘亲，财乏则忌亲，求不得则怨亲，亲不能自已而呆养无才以厌亲，甚且以呆而因财相宜者亦少，常不推而弃亲不得已。一思恩谁恩，财谁来？我不带一钱来而抢补无约以至今日，谁为者乎？曰恋妻子，有美味钱财，欲以于妻宠子，有成家欲以拥妻抱子，而越亲之岁也。不死为我子，而我为谁子？亲子我而无故，则我何赖有子哉？夫妻好，一家乐事，然当呱呱呆补，便逆未分时，岂能顾父我耶？母看得子人媳妇不慎，终身之喜难有父而亲，反不得子耶？亦曰真。
天之于物也无私盖，而栽培亲父未分，父母之于子也无私爱，而任我逆子自未义。若胜我者爱多矣，我少，此亦天下之大公也。人子而善于父母，便当自怨自艾，品深思何以失爱之由。纵使大节文有义，语言气度声音颜色必有，但能起敬起孝，走之自然何等。若见兄弟之德爱而单单特贫，父母知之，其不亦嗔怒？因而傲怨对，其不留为大不孝的己？昔矣，庶者为人子者所当时时行义，事事检点，念念克制，勿以轻心之数，勿以世道之薄，我犹甚日谨一日孝，岂远视乎？若夫浅敌之间，父母或有偏向，而为子者一生猜怨，及于以至成格之，必得欢心而后已，月消化罪疾。凡人亲生儿女，虽有时呵让，有时忽略欠缺，我而一生者，一言之武，一日之足，便觉辗转难化。心既不化，则气三不绝浮怒，虽百般钓鱼能填，无事时也。悲又尚不能化，何当雕相责备，嫌隙一生惊喜，又或勾斗其间，急欲消遣而不能直摆脱处，则复己矣。猛力恶度，爱越甚矣。此人人矣，所以不无怒无怨，而曰不常不速也。古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子之间，不该论理，换成为子，其始皆见居士处，为根不除，遂至恒绝耳。其物不可，可有素物，即要父母兄同天理以上行，要父母兄弟亲我，此事好亦不可度长疾，着手太重，疾太重，则治而不转矣。故化人者，化其心而已；化人之者，化其心而已。于至今有所重云。又有名孝而实非孝者，能扶老，能奉养，而有德色，此犹强也。小姓人家，只是父子朝夕团圆，有余之伤，寻疾消逝，反得生性情，乃大家之者，多有贤及老生意，以安置之，或但其职多故，以为离之，或厌其而不不耐以语言色孝亲臣之，遂至日远日被无间景异色冷淡，尊而亲有自被孝可要者，但知顺亲于情，不知顺亲于理，或任其偏宜而致力于一家，或听
子虽而取增于乡里，或其奸私而得罪于天地，今之欲之身，遂亲之恶。孝经以复真，子未安经阳明，不然一生也。越阳亲以不义之名，反助亲以不义之焉，可谓乎？又五行三千，故莫大不孝而有四等父母，孝由切其不孝之罪，特胜他人焉。亦曰老母当半衰时，时习起居，犹能自理，至笼中狐狸伏狐，卧起阴人动遭颠。二曰缠绵恶疾，立月时以失逆，从惠子所难奉为此时，亲所赖为此时。三曰观卦，老尽失偶，引相调，寒暖谁问，今化莫提，旧儿孙目前，壮者各拥妻抱子，智者酣眠，长夜漏声不可听，寒清如也。四曰贫乏，辅自力竭，恩取见少年经营为宣，老穷人垂手愁，一味以流涎，盖三餐而忍己，不思从昔来，常怨有何疑问？此数等之，其怨气犹足动天。怨化者于此，便吃锦云。杨若侯曰：凡人父母的子，及早须二三，子能加成立，守之钱财，登贵。未显及早亦必待二三十岁，然父母者等的能养时已的五六十岁人矣。譬如持短竹而行长路，奔趋投上恐不及，况敢逍遥中来者，拥妻抱子，饱食安眠，鸡鸣同亲共枕，命之堂上白发掩案，知老山除无一日耶？妻方上道享用之日正常，况且再续子可而生父母一去不返，上天下地寻觅无门，悔何及矣？为乎为乎？醒为此一则，一则得以聚。子路见于夫子曰：习者由之二经，常识离惑之时，未青梅之后，难由于楚，从车百乘，至宿万钟，思欲识离惑，未亲父米不可得也。子曰：也是亲，可谓身世，此是近思者也。兰公明其是父母至孝，斗中恩人下降其家，自称孝帝王，与兰公曰：夫至于天，日月谓之明，孝至于谓之身，孝至于人，王道未成。子能孝弟，不久度世，授以曰：尽天国。太和府辞亲入蜀，祭大师，寓意老恩，
问所往。甫曰：访吾。季曰：见吾季，不如见佛。甫问：佛在？曰：汝但威。见披星道行者，即是也。甫遂回。一日，木叶抵家，嫡母闻声甚，不及衫袜，具衣轻，道喜诸。甫一见感悟，自此竭力孝经。年八十，继而逝。徐基，字仲车，淮安山阴人。生三岁，卒，成婚仆服求父，甚哀。又读经，辄流涕不能止。三，澄湖定学，深得正心诚之旨。是母谨言，非有大故，未尝去其侧。每日问候，被物而养，如有所失。应不忍心，遂徒步载母入京。未时，生平遇时不见，或告言毕，曰：吾岂知？吾见之亦然伤心，乃思亲，不忍家族其上耳。母促，痛呕血，水将不入数日，居桑庐绿河谷里，哀呼问世，亦如真实。祝氏孝节先生，人至今四之，比于曾云僵尸广汉人。妻旁氏之事之孝，妻父有笃。母好饮江水，去者六七里，妻常溯流而及，后之不还。母可失则而遣之，今乃地灵舍昼夜饥，是真修。使林母以一字以其孤如实者久之，外问林母，林母俱对孤孤孩恩养谨，妻子因远及溺死，妻孤哀伤不敢言，而托以行学不在，孤事愉快，又能读夫妇常力做功快，呼林母共舍策忽有涌泉渭水，每待得月主 常以供二母之善，至梅津里持兵而过，曰：今大孝，必触鬼神以肉而埋之，必落蒙安泉。显宗真未将下令，促于官乡人未立嗣。阿龙兰溪人，姓智孝，早失户，其力患也，每早必具官向拜安否，然后上堂理事，晚亦如之。夫人稍有恙，即衣不改，目不别，忧形于色，所至以活人为心以母寿，是种载自汝及状元及弟催眠有志性知名亲家求医供奉养，不托官待者三十年。温其时每每景良辰，必扶持有孝
坛城言，母忘其所苦也。后亦高安尊重以公与子侄，直果应。母卒，即行吐血，如诉中。是中书侍郎子右辅魏贤相。李琼娶妻有儿，宜居母之室，夜植于其母，每遇之曰：“汝年来驼背，何求必以是我？”琼曰：“凡母欲亲金手，亦如有失，其母之强，以是家人无敢怠惰。”杨孝子，武进小李也。父母贫病，自念不能公亲，乃冒齿行乞。所得时，虽极恶，不敢尝，必先以父亲。有绝境，跳舞唱山歌以乐。如是者时，乡人感其笑与惊，故谓不守。曰：“吾庆，吾可依。”日里，自是行亦无寡。有言：“言医疗亲，父相继亡，岂得官托？”己一验之，时严寒，赤身热冻，服许病于野，即露宿官旁，日夜哀嚎。月语相徐道之者，并且死。摄知府立丹池下，紫袍官入报云：“阳子道已明王迎入前，请更衣。”道之就是，即阳免也。因未察阳寿尽否，登殿，明王坐曰：“久仰孝行，玉帝有君，非得辅感惊独也。”阳因未察阳寿，上当一年。道之苏述其事，其僧道教很高迈，于邺城讲经，广集丹凤其母及金像等与人。母必因公者，以服与灯的仆衣着饮食，大小便利，皆归经理。有之者，则拒之，吾耳母也。道俗者，多感化焉。薛包，汝南人，父娶妓包分。包日夜豪气不拒，至呕扑不得。独涉外，但入洒扫。父母又逐之，乃沦成婚，问安不废，即于父母而命孩。故太姓至孝，娶妻生二子，终太每岁数休，即以奉父。跟子春管于张氏，管之张之其孝行，即具一岁修经诵之，以经营功夫谓之也。此间有玉兽买之，似丘城可得租若干。太曰：“不可。其己是亦其心，且无父哀，促迟以献其父。”《史记》明
少年进士林。八郡度校，亦于成都。念母平日徐，乃具竹筒盛于二头，头中。刘著曰：“我母必当得此，其父即见统处案，取事而于。”孝曰：“吾婿爱母，以事相也。”常州有村媪，老而盲，唯一一父。父方未熟，子呼往田所，主孤婢追。媪盲魔所度，犯臣勿以之。父归不敢言，先取其节者孤。享夫其尽气中恶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昼明，复有人设具，请开祭。乃在进食中，白鞋的小布囊一柱三四升，是足供朝补。明日是囊已复如故。任元寿送人，母老病，元寿便忧。凡母至极之由，或以饮，或以燥湿，或以羽化稍多，或以忧超过五脏六腑中，尽皆曲折不呆而知，用药必效。公欲入目，元寿立子曰：“使吾有神丹可以臣，必以母不以献公，况能而与君神。”徐义鹏，字季祥，营人，日孝平，受徒海滨，一夕感异梦，觉与主人曰：“吾父带有恙，即时归。”夜过一卒，遇虎当道。季祥注曰：“吾未复病迟归，即磨虎牙无焉。”虎反顾，夜尾惧归而复果病溃。季祥至，即急苏曰：“而是归，将无道乎？”与请备赦，至义公府，见非医者曰：“注意东尔子纯孝所虎，且必敢前，为孝子故特言己。”阮孝绪，字世宗，于中山听母呼及，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绪，至信通，必当自道。我心惊而骇，必须身人身，就传中山出。”孝绪忧险，泪不止。忽见一路前孝绪欲随之至一所，路忽灭，就是火。母立月晋陵城东故城，娶前世女籍，袭宁母家，时意事甚盛，转乡传染，有一家数口俱毙者，有不留者，令人神悸鼓励，至亲不敢问成仙的事迹。父及诸子凡八人俱服命，习文信及欲驱使父母力阻之，使曰：“夫之娶妻原为孤生子大事，今翁病笃，忍心不归，与禽兽
亦忘妻子，不敢忘父母故也。知道陈家明见鬼物相与云：神皆护道复归矣，等不必受遣非小。一家八口俱得活，此顺治甲午三月是也。朝潘宗乌城人孙恩之案拥破村邑，宗与副标同避贼标，年老贼转破标，与宗曰：“我们去，汝有可托，万物俱死。”标本作宗迎贼叩头曰：“父年老，岂赐生命？”标曰：“儿年少，自能走，我不去，我不惜死，岂活儿？”贼因砍标，宗报父于腹下。贼砍头面凡四创，赠以闷绝有一贼。贼从白与其众曰：“此儿已死救父，何可杀？”孝子不祥，父子病得免。报出金平人，三府乱，出第四家居奉母，无时留母守舍，其采猎食以食母。恶贼数十人掠其母，以绳贯手驱去。出归欲追贼，帝皆云：“贼众当无。”出曰：“若使贼贯其手，将去征旦，用活何？”百毒追贼，贼不猎之。出砍四五人，贼走。复何为？朝月为又砍数人，贼驱出母前去，不复追及之。见其母与灵媪同贯相连，出及贼。贼问曰：“卿欲何的？”出母是之，也还出母。灵媪望出求哀，不砍贼。贼曰：“以母何谓不止？”出又指灵媪曰：“我嫂也。”贼复解之，母不能行，出乃以龙复之而归。母年百余载中，出年七十，于行丧如礼。吉恩字彦霄，为元乡令乌逮役廷尉，罪当死。分年十五，窝登文谷，乞待复命，一家一之，以其受教于人。是廷尉协曰：“分对曰：‘求虽幼，岂不死可畏？故何见父不及行，自言若袭所短兄义上千万尘，何受人耶？”廷尉闻，帝又其子丹阳隐王至求义，其唇笑，分曰：“隐何量分薄也？父汝子死，斯固然，分当得。至不买名，汝甚矣。”故惧而止。雅之言，唐人。父道冲得敖，且进士。帝怒，赐朕。
直言白中，使请自直以引父。言既持悲自引之，立死。明日正谢于足而复。足上闻简道冲死，流南海。与子瑜复促官巴西葬归，石求水方状，浴缸柱为露水面。菊汤之流，犹未湍悍，天又将雨，周人大恐。子瑜仰天痛哭，一痛未儿。水势顿减二十余丈，周府过险，数出一。主浴缸又称浴长江三峡中显滩名，在瞿塘峡口堆旁水，是湍急，积成漩涡，流行为患。Tilda 出版者注 Tilda 宋宝居长安十年十六，父临被宝曰：“须我还，当为汝上。”臣亲。即长安县父我，宝年至七十，不婚官。得之，折痛号日。朱百年家人，母以东越王一续，百年自此不依。我长海十九，恐以依稀掐布以复以握具。百年初不知，既决与未思远，定即温。因流涕悲痛，亦未感泣。与诸葛每条下，多采古格言，或兼备名，半餐以见。子格为首，姚二先生之论，而于每条下，绝不辞。盖父母恩同涕，亦不可。以礼还亲，以情言。常咏六天正歌，我今未说泪先临，难报双亲。往吉恩，真是断肠谈不得，那说与众人听。每到古人至性动人处，唯有泪层层下而已。吾二川小名也，母老世居井川。一夕梦神曰：“汝明日客，当为雷击死。”吾以母老其咎，神此天命，不可免也。吾恐惊。其母清晨具白母，云将他事请在家。母不许，俄黑云似暗恩田田然，吾亦虑今母始必不自出田野，待其伐之，云气阔无尽无恙，即归府。其母一味敢以告夜父梦神曰：“汝孝感天以佑素恶，宜家尽事也。促孝养尊焉。”欲是妻亦之以妻也。孤言及难欲公谏言。一夕梦神告之曰：“汝前生为慕容妻，年十余年。汝孤七十余，主一公汝，汝
以口哭食。哭视之者数四。及临死时，对孤天曰：“年饥食者不死，我方三十而死，天呼呼不平。”思之于天，有指令焚如尸，而气已绝。今当结汝素业于雷符之下，来日自知。以汝今生孝德，故先其欲今而悟。凌晨，木经一拜其曰：“辛苦三年，是孤无状。”今大赞，恐不测生死，孤好将息。大其不伦，归别父母，具述所梦，立于乌南树下，边注曰：“知死，夙夜当耳，有所辞。但念孤老夫贫，谁为公事义也？父母教训，今诸为父母辱二也，身有孕期，以万一的难，知事有后三二皆不可避，独知事无后耳，岂少言三月分娩而死，是因于雷将。”玉子同帝君察之其情，奏取灵中者待之。张西马是银汉被逆之孤无礼，遂被雷震而致祸免。开封某翁长子娶妇别居，幼子至未娶，是周王选宫女，女家促完婚，翁孤贫，乃点身充饮，入门之大痛，曰：“为父请翁未庸主取簪耳之前，将以长父不孝而贪，臣奸前去，夫以腹中悔而逆其前，父无以自明，又伤翁无可赎，欲及气促恋而错救他。”所三日，孤令长父往祭王不救，俄语作文患门身，岂知则心腹也。孤当曰：“尔鬼也。”曰：“心腹人也。我诸如睡梦中，神逍遥之抵止。”世闻大震，不举身乃死。众往视之，棺盖揭开，长父跪于的前在手。宋臣念三者，山居广汉，不年老，每遭无助，至不能忍，数以守家额，曰：“不孝之子，蛇伤虎咬，父念结与徒党，入深山采木，昔亦视其足，又进而前欲诛，诸人皆奔避之。念三足是独持敬畏左氏龙游徐姓兄弟二人相距十余里，日益轮养母兄平甚，而弟稍饶，兄公母轮内缺耳，与母曰：“时乏，且往弟家，后当不缺母往。”即门不纳，曰：“兄公满与义义兼具如初。”母闻犯愁，指即
帝密令妻娶范质，父已悖，母乃垂泪骸。李煦雷交发死于门，夫死于堂。邻人曰：“范上真然在气也。”28年6月6日，上海申报代海通社华沙五波兰所里，昨日发生害人之逆伦惨，有伯里司徒八者，年32岁，因己关系与其母发生口角，竟甫将其母砍死。伯父自家中逃出，即出殿而死。乡人贤谓及逆子云：“按古书所载，雷是多至不可胜数。今科学家曰，雷乃空中地气，偶被人所触，非神所识也。年学不孝读书，教师必以此等言教之。谓凡信鬼神或福音者，乃迷信也。青年受此等影响，肆无忌惮，遂造成今日之恶社会。然雷隐恶见完至诸疾不孝，古今记载尤多。岂能以一己之主观杀多数之事实？又落经专电由外国通讯社所传遍载国报纸，此可知虽不信雷神之国，雷亦显其威神。雷之所以有灵，即自然因果律表现，且逆子出门，立被即死，报应之速足证明中国各书系同类之事。新学家视为神话者，可信其非捏造也。即卯夏日夜即节食，按此二段评注，国念八年聂杰居士重印本书时所增入 Tilda 出版者 Tilda 平贵千山主簿，时思促之敬甚言，有负思酿者平贵杰汝是笑乎？曰：笑。曰：既笑可待汝孤受，则思足虑与痴之正化形。丁太学家近十人，既先乎者韩硕劝丁将夜选问焉，孤不应，故问之。孤曰：不必问我，君堂上人耻高矣，不是可唾弃资郎罪耳耶？丁敬夜选领郡牧闻一焉，买舟之任怪风起家溺死。主谈修就若劝，亦指谈吉凶非常确。著本资郎罪耳，何况估量你的生命？生命为 Tilda 出版者 Tilda 摩拱大官监犹太以秦臣导于神，神告曰：子父母久不葬，被名
思，可及归前程不必也。拱曰：某叔兄何无获罪？神曰：子未如者，明之以义。子兄碌碌不足则而也。是年果促，藏者藏也，骨肉的所藏。常俗有兄弟数倍，或于各方水之，孰以致互相阻挠，千言岁月，甚至月尊，既且委弃而后已，不以安。父母，父母安所生皆安。穷白虎明堂分管之论与鸡之骨席葬因，并无有之。夫天地无功，原不可食求备，若服一方偏枯太甚者，而此主风吹水走，原非也。一方不利民的利利乎？无怨事之营葬其者，只一心以安父母为主，则葬自然易。因的不如心地好，苟尽孝心，子孙和，花不贵人。若夫令财习费之苟且其精，谬托素葬，而亲戚起于水血中者，斯乃不孝之由，又可同矣。国民张毅务本立根，常口叹悔，既老而病，恍然至阴府。主者是以黑布不忠烈义所作墓，皆以祸为于一事不勾，是之乃少时复义脉邓木而俱复，为语以此不赦，盖天律不孝之对罪，为失众不义忏悔故也。义苏以此皆救人，若早之悔悟而力行孝道，是亦可破乎？然二卿既没孝，谁未孝？是以君子行孝甚虚直。于林太原都生也，同日王用与帝君甚谨。一日梦至帝君前解玉阶，用与既叩所救，未问于帝君曰：“于林应得一颗，应日用。复法且悉客论人不尽礼，而为以君子长者自命，故处其科。用问何谓复匪？帝君曰：彼父母发言动临心者无畏然，但勉强不色，福审顺之，真信日离闻相与，世事亲如路人矣。法行前罪因神怒，临我终身不地。论不孝至此转为矣，然心得大顺大逆，总分乎此，所以言养者必至为主，而口体次之；言孝者以爱敬为主，而身鼎非分也。和睦类庄阳经，兄弟有爱，但则聚于厅中，日相对，常入内，有一美。
谓不及不食。厅堂间往往暗隔寝席之所，时就显还共谈笑。中年老处醉归，今扶持还是大请前陈后安否？每进出或日是今不兼犯，今为四周来每四十家位，则应使赐付之位不先入口，一家百口人无见言。司马温公及兄伯康有爱甚至不年将八十，供奉之如严父之如婴儿，每时少请问曰的无乎？天少冷则抚其背曰无薄乎？至老民主如子。读书录曰：法昭禅师记云，同的自容些虚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翁？此理矮然足生人晚年爱。古人谓人伦有五，而兄弟相处之最长。君臣欲和，有会久宿故难避也。生子妻配夫，早者二十岁未履，为兄弟或一二年三四年相继而生，自游戏以至台北鹤发，其相与周许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义加洽，猜一不深，其乐宁有涯哉？乃有不往来，不通好问，欲途则耻下车，强则思脚送，结义信为弟兄，迎对上客，家众操歌，野鬼暗示，非所不依颠倒乡者乎？五字文长，早孤有五事根重，二弟虽未甚忧除，必使观看。夜则调书，坐二弟于席侧，口授欲斗，细味解说，无各不训，以道义之方是。要不律教，则贵家道前云，自己无德，不能化。父母有灵起弟，二弟好请改起，终不以及严厉色相加也。是终只设一大三人同寝，有劝女者答曰：娶妻一身嫌隙，伤无足之情，以见入朝被易郎。随解先与二弟一亲，后方自举。二句绝尘病的选，严氏家训有云：二亲既没，兄弟相顾当如行之与生之与想，爱人之遗体，习己身之分气，非舍念舍鸟儿遗孤，伶仃困苦未知长者所当以兄之友而行父之言，幼之慈教导保恤，犹疑无所不至。问兄弟者于此，故又一举也。
我来降后母诸事所出也。降受母之而母数欲为之。懒静心调和。兼每踏降懒折气抱持。常至久降而懒之作取应状。母经父有。有理事指降懒折语句。又虐妻懒妻居而共之。促成此降后事至太保而久待公金之后也。王祥孝王览之心更孝。王览难得与夫同西游难得。后母至此至矣。自李人帝毕好酒而叙射杀红驾车牛红孩宅其妻淫谓曰射杀牛红直达曰五坐定其妻又曰杀牛大事议事红曰已知言作读书不辍古今论兄弟之师何也必曰与之财产之争与之间而二者之性又多由于妇女盖性皆同亲闺房曾无远大之见欠诸夫听甚有而原事者矣只一任诸父久而恰如更新者矣弘基言至此应是世俗常情弘之毫无所怪故有真爱薛包是父母至孝及父母莫诸弟分财一居不能止奴婢则饮疲劳者曰与我共事酒使令所勿取其朽败者曰无所夫食牲口所安也田产取其荒芜者曰无少食所至心意所恋也亦所欲分之后诸弟数破其产则复赠给妙举与诸弟已可受绝不矫廉求名赵燕孝兄燕云亲丧同居二年燕云浪游夜燕孝数见不听遂息分后五年兄之产不复营门见欲逃亡弟因除夕之酒迎兄小饮告曰弟出无息之心以兄用度不竭唯恐皆荡尽得已而分今幸首先业之半尚足功法之需今日兄嫂人弗居以主事即取诸粉之苍散药悉付兄嫂州长更出续常诸父者兄不义既受之后处事警节治家勤燕萧与子其年同登此等著全要纯是一片侧陈才敢无机连两相望若有先豪借借便触人心目兄嫂受益矣
孟云张翁文定公帮其父也。现时听事景二营上官过访颇部便王一营其书居也。是书又不愿受公被价买之，将购焉。告翁，翁知其被价也，悦以乎然泪。公讶问故，翁叹曰：“吾想一旦乌以恕我住，其夫复何以为情？”特然曰：“大人宽心，而当还之。”与抽许劝。翁曰：“我既其妾随时去以公。”翁曰：“并其价不取也。”乃欣然。然曰：“若然，为我甚矣。”郑君自重于兄为县吏，颇受礼仪。君数谏不听，乃托身为遂于的田伯归以与兄勿进，可为吏作赃，终身捐弃。兄感言遂为廉洁。君为尚书致仕朝廷，高其次尚书录中其身。化兄于善，犹难于与兄以来抵道之志。陈世恩下人万历己丑进士第三人，常孝廉及公季某少还游，虑日出宴归。孝廉折色归任不圈，公徒伤爱无益耳。每夜户外后之四地入，乃手自跳以含玉鸡宝，如是有之地乃得不复暮归。即位，孝廉以促有无三者，孝廉测试之地也。来审其解，要拦邀与对时外至，请问曰：“他所饮食之足，何欲客坐？”公曰：“庶嫂子女俱年庄居，未无兄守制，无之敬之，以及其弟一对时何伤？”弟叹服。公子身必俱登地，欲滚其贤宁中人，遂大意以翁矣。赐兄皮复为父母家人皆毕。于外滚毒肯去，亲自扶持调汤药，昼夜不眠，复服安哀灵。于寻亦事既歇，家众乃满披着，本觉无恙。人当病为亡之际，正所赖有骨肉质，乃意气渐染之说，是俗惑。而遂有父子兄弟一尾而去之者，夫执微贴既无其人，汤药周易速，给病者思无复身望矣。孙公亦赐名民俗谓一人病，何家必之，故病者多死。公亦命皆于治听事，属月堂街，公亦设榻请处其间，用具药，身自醒问病者多起，乃召其预约：“
死生有命，岂能染？若能染，吾死久矣。皆谢而去，风俗未变。尊吉，宋大明中人，时抽丁已虚，应抽。及妻许氏主夫曰：“君当门户，岂可委罪小郎？”孤王以主君，今未婚娶，家道不利，已有二子，死父恨恨。遂议郡愿萨行，萨辞自隐，不愿兄太守当代，以其不分级，萨另立司察，各报以从其所其颜色，并曰：“甘心赴死焉。”代表上之，赵特元免。兄代弟难以，而出于妻言，有疾。又妙从王姑身上起见，目也更可称笃孝矣。时洪武中人，时胡为雍祭拜，人有告诫者，欲指为胡党，有正兄交通为雍者，十兄弟六人，力补之极。诸兄欲行，时曰：“即忍使诸兄离行耶？”独以力请行。兄连先有事经师。帝日谓曰：“吾家当任罪，弟无与焉。”时曰：“兄老引之，万一不直，弟当服。”人真入狱，太祖闻之，具廷劳免之。魏晋臣曰：“有人如此，而从人为非耶？”卓谓矣。王玉俊是玉富斋之子也。富斋常买困于杜妻。富斋出案时，妻毙之一楼上，饥且死。玉时方八岁，爱母曰：“饥死，人未言不如日食。”以粥汤令其死，母从之。玉俊以小布囊葬干时想之，半岁余产子。便居他所，即是欲卒，欲俊府幼弟臣无产，后生子甚多，简达无心莫翁，必具妇度，即一嫁玉粉者，生男翁卒，子且十余岁，恶少使其户往哭，心端之计甚稀。子入哭，莫视长子以前曰：“汝非卖根子，曰罪拜其母。”又便指人曰：“此汝当拜者，此当受拜者。”必惧长子曰：“汝既毕，当在此服丧，安得去？”即与同寝处。小方惧之，闻以纳，乡试大诧，忌之。故由甚德，亦有极致。不然，为矣。常论人家留香言，美矣。
清瑕士兵为本分内事，知士兵清瑕多挟辞司通仆备有孕矣。主温酒，其是己子与非子，得而名也。于是有序于见之一点，普独子矣。况或其妻不容，因而大必贫贱之家，子既长无有，自任以为主翁之子，而日辟逆其之父后也。专思主翁去世，便求归宗。有多小些迎其思，结或构送，破家之也。故元氏有言曰：“凡有事必不可不谨其始而防其终。”师左、师右，兄弟俱谓之周。至是田产参差，有唇齿之喜。亲友日未除愤，不能解。同年公明奉素教友闻是兄如父，周续保爱无所至。偶遇师幼于周中及产，公平促曰：“吾兄诺无正古之，使得如兄之力量，可以尽夺无田贺忧，悲涕不已。”师幼乃感悟，阿言公同至兄所解败解气，身自悔责。而师左亦涕泣解，以田相让，遂有安身。元氏君宰是范宇，骨肉失欢，有志为志不可解者，只由之。欢后各自负气，不肯相下耳。有一人能下气与之趋势，与之化言，则彼仇父自然不易平时。观此一性，有云：“大凡无人处，兄弟之间偶有相切处，即宜明白说破，随时是争亲爱。看大顺呆道相志不藏怒，不诉怨，所以未甚。”人外假夷夷之名，而中怀嫌隙。至于明结而不可解，是自乖其天性也。于案罪家臣己庭所以及言张公一忍自知非也。然忍不必定是藏欲不当，如俗率的事一般，或加我所不堪，便随而解之，不至凶刺。曰：“此其不思，此其无知耳，知物耳，此所见小耳，其利害能有几何？不知入于无心，则虽日犯我之术，可不止于言而真于色矣。是善处者，此说本司马公就忍字之物。”刘成家饶学艺有深，类似物理同有诸事者，家贫教学理中。岁暮的树灰，欲一言夫谢细悲。
问其父曰：“待青苗前长耳。”